哥多多。小朋友，今天我们一起用材质来做一只好看的手环吧。先量出适合自己手腕长度的纸条，然后画上标记，用剪刀修剪一下，这样一个手环就做好啦。接下来在彩纸上画一个漂亮的蝴蝶结，也可以画自己喜欢的图案哦。再用剪刀将它剪下来，最后将蝴蝶结从中间剪开，分别粘在手环两端。这样一只漂亮的蝴蝶结手环就做好啦。小朋友快戴上试试看吧。小朋友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多多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为我点个赞哦。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